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店内的人感现货，然后从这边开始，这是人感的唯一款四方神兽，整个球杆都是小叶紫檀镶嵌的牙，还有黄金，前面是握把，前面镶嵌是金线，然后是紫檀的底木，这两只是鬼龙，这是全新的，23年双前节，闪电是握把四只叉，这是23年，这是二手的，也是闪电是握把，这个是32叉，因为是双鬼龙，前面在镶嵌，做不到四只叉了。这只是人感的之心，这也是大只，这目前大只特别有性价比的一只，不是特别的火，但是同样是金标的大只，这只就是二级行情挺合适，售价7W 多点，金标大只，双能是握把。32叉，叉角在镶嵌，镶嵌中带叉角。然后这只是人感的玉龙，这属于中只，这只是二级行情5万左右，双能是握把。这个球杆做的非常漂亮，前臂24叉，叉小叶紫檀。这只就是我见过目前最好的素面，这只是人感的素面，素面之王。袖套和前臂用的是小叶紫檀。握把用的是黄花梨，然后是金丝楠木的环，双前节品相好。以上球杆都带一次免费的原厂保期，就这只是新的，剩下都是二手的，欢迎选购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